时间是三分钟为限，会响铃，然后听到这个铃声就要停了哈，谢谢。咱长官哦，啊，到咱田里份媒体，辛苦的媒体，啊，到咱事务工作哦，啊，到咱咱警察单位哦，啊，都有咱沿海六地的哦乡亲，大家口罩，大家好。政府哦，欠咱大埔人一个公道啦，同样的抗争，后进高雄炼油厂是前厂，大埔大那炼油厂是叫咱前村，同样的前村。桃园市政府航空城以居民权益极大优化，极大化。高雄市政府大林埔几乎是以民争利，确定吗？有这部队，我完冇。咱来讲哦，华理情，啊，咱是讲法，华在合理基础上以居民权益极大化。你因以红毛港及桃园航空城迁村优惠比照办理，前是大南埔设计的大南埔300多年啊，历史悠久的古老记录，高雄早期有滇枪甲下埔，咱的繁华的年代，由政府推动经济建设，成立临海工业区，造成大南大林埔。空气污染不适合人居住，导致商店的经营困难，市场瘫痪，难以经营。大林埔与台湾牺牲付出50年，建设市政府规划大林埔文化馆，阿门港前村迄、那个文化迄、那个文化园区，甲要重建四家。请提早办理吼，咱大南埔的文化馆，咱大南埔的菜市啊，甲咱红林路的商店的商店街的历史文化，红林路，哦，这我的记忆啊，大玻璃。啊，我家都有六大不合理，八大诉求，希望吼政府来，爱以明朝为例。明朝刚刚如何哈住我家积大恨，把他推翻伊王朝啊十三个名。希望你政府话重视我沿海六地都两万人口嘞，不是清朝十三个。啊，这而且咧迁村，爱让我无负担的迁村，无负债迁村，我说你叫。啊，这先建后拆，哦，先建后拆，哦，谢谢。好嘞，我来先。多谢咱的刘主席哦，咱破声甲拍破一下吼。我一项一项讲吼，当时9月27来遮，大家咧甲我讲有无？讲15坪以下若无够，要安怎？啊，我有答应大家，对不对？我讲啊，若1坪坪数以上的，我互你买地。啊，买地，因为即摆的地成本是14万。因为港务局甲台糖的地较贵，因为较靠近市中心，所以拢总加起来成本是14万。所以你若大南埔有地的人，你政府地一坪换一坪，大南埔即摆一坪7万，换过遐成本是14万。所以有地的人，你买14万。所以你若假使讲你是10坪，你阁要加买5坪，安尼你家己加出来5坪，你爱家己买嘛，对不对？因为你大南埔是你大南埔原来的地。你若是大南埔，你原来的地10坪内底，这14万，这就是，就你就用这上俗的计数。但系20万，为啥物20万？就是这地已经无够，我爱再去甲台糖买。我甲台糖支付出面，我甲你买20万，我就摕到成本啊。所以我摕偌济钱，我就卖你偌济，我无赚半仙钱。所以为啥物有14万？大南埔老地遮个权利的，拢是14万。啊，若无？即、這个你家己讲，佮要买地，你著加出来就是20万，即就是成本。啊，我若会咱甲台糖讲到啊，即19万，我就卖你19万啊。啊，我若讲18万，我就卖你18万啊。啊，即是占股一个数字，安尼较合理。安尼对原来大南埔有地的人，搬过啊，伊地权利买当较好，安尼是较合理的做法啦。哦，我再听讲一下，
二十是占股，啊，若台风要卖我较俗的，讲19万啊，我就卖你19万啦，我也无甲你谈啦，这钱是我的，吼、哦，这第一点甲大家报告。第二点，张理事长建议真好，伊咧讲大南部分偌广，大南部的市场，咱凤林路商店街的历史文化保存，我伫遮甲你讲，好无？安尼会使无？好、哦。另外，安置住宅的部分，安置住宅，咱即摆你看到的计划数是510户，啊，桃园是2400户。我甲大家报告，桃园是2000公顷的机场，了办迁移，咱是200公顷外大南部，迄面积无同。我伫遮嘛甲咱带安置住宅，因为即摆去调查。哪有人要带安置住宅？要1000户，我就去1000户；啊，要去2000户，我就去2000户。啊，安置住宅，你讲我买厝，我拢成本卖你，我地偌济，啊厝我的成本偌济，啊我就卖你偌济，啊我甲你，我持有他有可能甲你趁钱。啊，所以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你若徛伫我的角度来看，伊咱大南部的种类是大较济，即摆住大楼吼，伊大南部咱拢住透天的嘛。啊，像我迄阵住透天的，啊，我尾仔去住大楼，我有人刚开始我讲，啊，有人咧住大楼，住透天的较舒适啊。啊，但是长辈时代较侪，有哪时吼，坐轮椅，啊，是讲行动较无方便，公务大楼较无方便，啊，嘛有管理员，啊，有人咧甲你顾。啊，所以这是大家的选择。你若一平或一平，未怪遐你要去透天的，安尼你去透天的。啊，你若要去咧住安置住宅，就住公务大楼，像咱今仔相片看到这個。安尼你找我，啊我去甲搞，啊所以啊做调查，所以咱今仔开说明会的道理，就是要甲大家讲个清楚。那假使讲对千川的方案，啊有较好的建议，安尼来负责。经费的部分，大家拢知影，咱正式开始咧办说明会，啊，佮有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啊讲无好，大家唔免听，咱就放听，好、哦。啊，我一定甲大家顾好。啊，该争取权益的，甲中央去加争取，啊，我嘛爱争取，对不对？但是，咱这个迁迁，这是牵涉到讲大家，包括讲直接大个生活品质。万讲要迁迁，我来大南部，来这10年、20年，常常嘛来大南部。咱的生活的品质一定爱甲顾好。啊，这政府欠大家嘛，行政一定嘛来这回事的啊。大家生活顾好啊，啊，咱囡仔是环境爱好啊，啊，换一个较好的环境，啊，大家做伙过，啊，大家做伙伫啊生活，啊，厝边隔壁大家拢做伙，啊，庙宇嘛做伙，啊，咱的里，大家里嘛拢无改变，啊，里长主席，咱的余站长啊，即足替大家想，哦，啊嘛常常互我足侪意见，咧选举也好，啊是咧施政也好，啊，即拢是对咱地方来讲足好的意见。啊，所以我今仔就随甲咱张主席讲，你讲的我拢答应，好无？好，啊，咱统一的李月明李长先生，那意见的发表。大家好，因为我就免阁伊迄个介绍啦，足侪人的意见咧讲啦吼。啊，我的主要你讲的市长，你讲会到，爱做会到，你甲无到的钱吼，你就一定爱补甲到。啊，我讲的吼，是最弱势的啦。弱势伊也无厝，也无地，啊都无钱，也较有可能过去甲你买啦，较有搁一大块钱甲你买。啊，恁伊毋着等，都无厝通住，伊哪有钱啦？伊是嘛是流浪啦。哦，啊，我以上是即几点啊，你爱替弱势吼，甲伊顾好啦。谢谢。阿丽，多谢你电话，你放心啦，吼，遮无地无厝的，咱嘛有社会住宅啦。啊嘛是大楼去大新的啦，啊租金你给我算下，好不？因为我唔知影看起人要带安置住宅，要带这个社会住宅，吼、哦。啊租金，我做市长吼，我伫只甲大家讲，前几年我甲大家小报一下，吼、哦。啊用上俗的社会住宅就是上俗的租金在租给大家，政府拢无趁钱的啦，哦，这点我来想办法，好不？啊，这个无厝无地啦，哦，那万一有主体需求的这点，哦，大家各位来想办法，哦。Okay.
您进你家租厝，都租金啊，搬过遐嘛是啊，小意思意思，好无？好。好，阿、来龙凤梨黄伟。各位，咱大龙宫、阿凤楼的乡亲，大家好。小弟是龙凤楼啊，我有几点要来这个市场听听。来，第一项，这个空气污染非常难非常处理，因为阮家受过了十多年空气的人污染，我阮真好个身体算了拍歹，拜托一下，这条一定要闹哪子？我来第一条，即个安置费暗降有百五万，是安怎要交代？我来，那乡亲啊，我讲我对不对？对。再第三项，即个厝三四年前当调查去啊，调查结果讲一礼拜要答复阮知影，结果到即卖都无着落，啊你若想，我拢笑啊你。我会知阮清楚到底要赔偌济，啊！你唔卡掉，咱乡亲管得了啊！哦，啊来，搁有，如果嘛千川老师，我希望陈局长卖互阮失望，我嘛是有缘去支持伊，互阮遐个厝起好，遐个厝起好，阮才甲搬过，做一道得，做两道，做两道搬厝是足艰苦的艰苦。哦。好，哦 ，OK， 好，谢谢。我伫遮吼，因为我知你一定会甲我问这个问题啦，吼、哦。这个我过吼，这个一来向你，我拢有咧注意你的，你咧讲啥，我啊你的意见我拢足注意听的吼，所以我是有备而来啦，吼、哦。我过去讲较紧的啦，吼、哦。咱即摆。我过哦，咱掠十五个月去算这个租金的补偿啊。你咧讲六十万一条，那是安怎？那是因为阿门港当时计划拢公布啊，啊拢无搬，一直无搬哦，啊限建禁建，啊造成大家的损失，啊所以政府补大家嘛，哦，所以咱即摆计划若公布，地就伫遐咧等啊，啊咱就会当随搬，啊嘛当随过一边去啊，那计划现在咱开始做。那假使讲你要起厝，抓迄个时间，那正常，哦，差不多一冬半到两冬的时间啦。所以你若家己有厝，遐起好，你较搬过两冬的时间，安尼会使，哦。但是你若伫遐起好，啊厝伫遐起五年，啊咱所有的厝拢拆了，到像你搁伫遐慢慢啊起五年，安尼规个计划经济无计划，无度搁结束，安尼嘛无合理啦，对不对？所以。十五个月，大家注意听哦。十五个月这个时间，我会叫咱的督察局去检讨，好无？哦，大家较长的时间，因为大南部拢总在搬，啊，要离啊几万几户，十五个月时间有较短，吼、哦，咱较用的，看要两单，啊还是三单，啊大家算一下，哦，啊无，总是讲你起好，你较搬这点，吼、哦，啊大家爱互相。哦，因为我刚才讲过，啊，你若伫遐起两年，佫还袂起好，啊，我剩你一户伫遮，啊，遮无法度处理，啊，无法度处理，啊，这钱经济无无爱互我高雄市来代办嘛，对不对？啊，所以大家照片照行，哦，啊，一个时间起好好看过，啊，你若无要看过，要租厝房外口的，赶紧，啊，我就是租金甲你付，哦，这点我知。所以简单讲啦，十五个月佫会佫延长，啊，这补偿金啊就增加，就是照咱。咱的我交通官的意见，吼、哦、来做，安尼好无？吼、哦，啊，第一拍好啊，第二拍好啊，第三，啊，第二安置费啦，吼、哦，我看了啦，我就关时间啦，啦，快些。安置费，那是全部加起来叫做安置费啦，吼、哦，所以较大都发叫的叫，一项一项算，一项一项算。你若用二十六平米算，你怎搬过遐？哦，我甲大家报个实价登录，你去网站查就知影。二十八到十六万，即摆。啊，咱政府一平换一平，正大楼无，原来就有人咧炒土地，我知影。七万的啊，换过遐即摆三十几万。哦，啊，你要住，要家己起，啊，要安怎，迄拢在你，因这是你的财产，啊，我家己保障。厝、厅、补偿，即摆咧讲计划书是六万，因为当时计划咧写时阵，迄是有诶计划。啊，我计划内底有讲清楚哦，啊，照顾条款条条条哦，
啊，若到恁要去要搬的时阵，嘛就超过九万几啊，这拢照公定的物条款，迄行政院拢有数字。啊，简单讲，你若伫遮26平，要搬过遐26平，我甲你保证，你免出一身。啊，假使讲这较简单的这个状况，你免出半身，啊，你免出半身，这点请你有你家个保证，好。各位官员哦，好，各位乡亲哦，大家早，大家好哦。咱各位，咱的市长啊，跟咱的亲戚朋友，我今仔先讲三冬前的代志啦吼。三四冬前，186年，恁在甲阮调查阮青春的意愿的时阵啦，捌开过6场的说明会，6场的说明会，唔好看，捌讲过一句话，伊讲一平换一平，开会延时论。唔免负担着一个半身钱，你唔免去负担着。这你再问，究竟这张单还搁伫遮嘞？当初要搞调查的单还搁伫遮嘞？字路顶拢有写着啦。来，即摆我给即摆来讲，伊即摆阮一片换一片，盖花园新路来。伊即摆建筑法规来讲，恁搞大事啊！我讲起大事来讲，你上起码上低拢爱廿五平，廿五平以下我都起啦。啊！但是这个点我来讲，大拉无足济靠天的，伊占地完全不够用的，真济。但是你讲伊无够，你对你啊意愿，你讲伊来甲人家贴钱够，土地无够，无够。我讲这个合理啊，这个合理啊。更正地理这个问题，你啊甲提交用专人甲提交。我本身我伫遮，我占地我去厝起了拄啊好，我拢起了拄啊好啊。为什么我伫遐我就搁爱甲你扣掉？靠掉四成，干阿剩六成去，剩六成来去，我无够，你搁叫我甲你爱出钱，安尼叫做负债吗？负债啊！安尼叫做负债吗？来，搁一点，盖花园新屋唔免出着一千块银，来一句话毛意见？我一间，我摕一个比喻来讲啊，比如吼，我二十六平三楼透天，我以后要起钢筋，起到上来。拄拄啊好，赶快得啊，赶快得哦！我无要加起一楼，我本来无爱加起一个啦，我拢无建立。装潢基本的装潢，基本水电，我甲谈到好，安尼就好啦。你即摆草案的草案的方案，对一个方案，对一个建材部的介绍，有法当互我完全起上来，唔免开着一些保险的。对一个方案，甲甲我讲保证。有法当无？啊，那安尼好啊，来。到时我找人，我甲你遐找人来去，也是你找人来去了去，钱恁来捞，钱恁来捞，我一箍阮恁万几万捞，安尼敢会使？好，安尼敢会使？无啦，无你安尼啦，一平换一平，盖完原新屋，不用负担任何一毛钱，歹势哦，这张单你家己发的哦，你我唔免提伊啊嘛，你若来我哦，你后尾我等重点拢帮你画好啊，哦。老店都有，我算了，我前面我本来还拜托一个吼，你遐建筑、建地以外，农地也是公共设施用地，遐地主本来真有远啊。我希望你本来当召集因遐地主吼，好好啊去参详，好好啊去去了解看觅，因希望因的需求，因感觉赔偿的钱也无偌济，有啊无够，迄块也麻烦市长去了解嘛吼，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一分吼，来，2月28，李明大会，楼顶李明所表达的意见，还佫留落来意见书，我再交予你啦，谢谢。啊，我简单做一个回应啦吼，啊，我有哪甲大家报告吼，咱的说明会唔是要开一场尔，啊，一直开，甲大家拢讲甲欢喜，啊，讲甲拢了解，啊，讲要搬啊，大家搬。啊！大家若讲无欢喜、无满意，安尼咱就放掉，讲放无压力。大哥啊，哦，安尼会使无？这个一平换一平，就是讲我简单讲啦吼。你若是26平的人，哦，啊你搬过，你就是26平。哦，我讲上简单的状况啦吼。26平搬过，啊你搬过26平，若假使讲恁兜是三楼的，安尼你就搬过就三楼的。啊！你钱政府拢甲你出，哦，拢用新的甲你补。啊，所以你进只旧厝住20年啊，你搬过你去弄新的，我保证你领的钱，你去新的无问题。啊，但是啥物问题会发生呢？咱即摆
大拉埔的容积会当起二楼尔啦。啊，你搬过你会当起四楼啦。啊，你若三楼、四楼，你家己去三楼、四楼，你搁要家己起起哩，安尼要安怎？你著家己起嘛，对不对？你若有剩，啊，你要搁加起，还是起到五楼？哦，啊，我政府保证你原来哦，若几楼你起几楼。啊，搁另外一个问题是啥？伊咧讲的是讲建蔽率的问题啦，就讲你若126平，原来大拿埔，我你对听，大拿埔的建蔽率的平均过去是40-50，上侪60吧。搬过遐是差不多70左右啦。你若起较好的厝，哦，照这个法令的规定，政府去甲你补，你会当起到80%啦。啊，你又无讲出来的原因是啥？为什么即摆大拿埔有个人讲原型厝要搬过？因为拢内底都有诶所在，要共加起起都违建啦，即落现实诶问题啊。你毋是有诶，就是违建。啊，市府咧规划诶方向是讲，你违建诶部分，我嘛是甲你照顾啦。所以你违建加出来诶部分，比如讲你原来着26平，你着20平是合法诶，6平你着共偷起诶。啊，你起了这6平，啊，我甲你听，啊，我甲你补新诶互你。啊，所以你过，你嘛是起26平啦，意思是安尼啦。哦，那假使讲你要去到本来就2楼，搬过二楼，啊，你要加去3楼、4楼，3楼、4楼，你若讲啊，你着我着本来着去甲厝，啊，我即摆要去阿四啊、阿门路的，啊，要去无钱要安怎？啊，着你家己的钱，我找高雄银行来专人甲你协助，啊，着大家万一，你若讲啊，我着本来我着要住较大间的，比原来搁较大间，搁要甲拍起啊。安尼，大家过来，过来替大家上班啊！哦，所以我简单，我那简单，李长来回应这个问题。哦，啊，若告诉讲个案，哦，这足多个哦，有哪哪起的哦，这来去去，这真复杂。那一大关键，就是你若搬过遐，你免提钱出来去啦。啊，你起好了，啊，你看看，好，以上。我们的后面一起在生产。起立。大家团队同好，我是福林里的里长哦。咱今仔日你哦，分配建设这个经费归去啦哦。这房屋应该由咱的经理负责来咱建设，完成了呢再分发到咱的里面啦。你也有就是安尼啦。也是哦，啊，这个新的土地处哦，我是大家里面。拢我拢看你讲30-30平方啊啦，啊房屋按次分配吼，啊依照咱个户数吼来分配吼咱个里面吼30平啊，啊第三点吼，建设经费吼全部由政府负责，哦袂使有咱个住民吼，因为迁出这个案吼带来这个负债啊，哦希望吼您这里希望您。林路长，林路长吼，人人要有这个房屋住啦，成基本的啦吼。啊，那当吼，伫这个经济方向、钱问题上吼，为了利民哦，大家你注意较好生活吼。谢谢。我甲大家报告啦吼，这个咱今年五家红山家吼，大家这个咱水港地区这个。现在的处境，平均的房价，你若买公屋的啦，吼，是平，即摆拢到20万左右。现在，啊，你若买套地的，若去买地安尼，即摆平均交易的价钱是28-35公屋。咱即只后盖若搬过遮的地，一定会搁起价，因为遮捷运方向要经过了，所以这个地点是一个正好的这个地点，吼。啊，但是这个地。伫市区来讲，我甲大家报告，嘛无遐侪地通找呢。你去凤山找，去咱高雄市内，安尼要找一块面积较大，大家要住做伙哦，我实在是真困难，坦白讲。所以你若20平搬过，一平换一平，你就是欠着20平，这是你的权利。而且本来7万搬过遐，即摆市场2倍到3倍，这是你的权利，因为你大人阿婆，啊，这个政府要补你。啊，但是你若要加买。啊，我就真正有分咯，哦，啊，所以我唔知讲，啊，咱顶届来，我就听大家意见讲，哦，啊，若
十五平无够，伊欠三平，我讲安尼，我来甲你上班，我阁尽量阁来请。啊，悄悄悄悄的，安尼，我啊，当然我做袂到，我就照顾咱大老婆啦。哦，啊啦，你伫遮啊无地，啊阁要去啊要买二十平，安尼真正够困难。哦，啊，所以咱也是整体地落去用。哦，啊啦，高雄市其他是毋是其他的所在，是毋是阁有其他的持有地？啊，再我来算看卖。啊，但是有可能讲无离咱真大个大做袂着个所在，麻烦你啦。你拢无地，啊，你想要买地，啊，是安怎在转啦？啊，我再来阁算。但是我感觉头领个回应的这个，到过去是拢咧意见咧，无一边话一边落吼，这边后面咱管。当然是我相信这团体嘛，绝对是了解会走，应该会走跑起啊。伊讲讲吼，一边话一边改回炎黄石，改回炎黄石咯。不管你是合法甲无合法，拢是照常安尼家己用。我相信你一句话，你家己放心看，这团体咧，家己放心看。我就把它放下，我提起吼，你袂使怪市长吼。我来讲，你讲一平换一平，恁即摆伫迄个大放声量就对啦。我遐一平三十几万，三十几万来讲，迄、那个愿景，咱刚谈到咱局长个愿景，我觉得那地方不错。不过你个想要转啊，会当贵个去遐看。你内底足侪，我记拢伫内底七点五以下，袂使一平换一平。十五坪以上的，你嘛袂使去加土地给伊买。哦，啊，十五坪咱起九坪，再一个人讲咱听九坪讲满，是不是？但是有诶可能期待讲，我一坪换一坪了，我七点五以下一坪换一坪，我来填土地可能，大家讲，大家心知肚明啦，更咧无争执可以。有几个当去遐徛？啊，我若是要起厝诶人啦吼。比较我有七坪啦，我无法当伊买土地土地啦。我要买到十五坪，我连个单连买到十坪，我阿买个，我去买八坪啦，哦八坪啦。那你卖完，我可能我无才来甲你买啊，伊你无爱卖我，我八坪我不符合那个买地的法规啦。我若要甲这个所有标土地来买，我一个买偌济？有可能买到三十万、三四十万。我要他起厝，你赔出个几千钱，我要他起厝，这是善良人的苦衷。我唔是大地主，我是好业人，我是在地居民。我请教你，有几个要求？那个业绩不错，离亚洲新湾区很近，离高速公路很近，离梦时代很近，离得足近。我告诉你，有几个人去那边住？有一平换一平，我唔是花地钱砖，我唔是花地钱砖，我把人个报告，我唔是花地钱砖。问题是这个物件要哪个解决？再要到批数要哪解决？对不？你来去想啊！你问题是我家庭，我一平三十几万，三十几万一平换，伊叫三十几万，三十几万是对家人有土地的人，哦，伊无唔对啦，伊是对啦，因有土地的人，你来要提他们遐争执，好，无土地的人要去争买，要去的人有这边的问题。有这边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以上时间无啥够，我的意见表达，我希望讲，我甲透过这个声音，好甲可占领咱市政府，啊，我讲今日过土地战事哦，最近拍卖这土地啦，已经是二十几万啦，啊，用电，咱自己过用电，我比较用电较俗，我能内在里面，一栋最近拍卖的工业用地，一坪二十几万。这里多谢傅先生了吼，这点一个问题出来，就是讲，啊，你家拢无地无厝的啦，拢无所有共拢无，哪里家迄个拢住伫遮，啊，无法度安怎处理的吼？啊，这边人要安怎？吼、哦？啊，这栋市场的这边嘛，市场他刚讲，遐有厝地人搬过，啊，无厝无地的人要安怎？啊，所以我刚才就咧讲，咱即摆政府。蔡英文总统在起社会住宅，啊，你起社会住宅，一部分是你咱青春的计划内底的社会住宅。哦，你无厝无地的人，无厝无地的人，你就搬来住咱的社会住宅。啊，社会住宅，你若是
中低收入户的，哇，哎，租金阁愈少，迄个零一四一，甚至有诶免租金。啊，你若有，啊，你若说有收入诶，啊，有头路诶，所以住宅，那政府甲看，那一平差不多400万，啊，那你啊甲高估诶300万，哎，300，歹势，一平300块，啊，你若20平，安尼偌济？安尼一个月打6000，打1万块对。啊，不是，有2万、3万，啊，好多。啊，所以你搬过你是住新的公寓，这是咱针对咱较低收入，包括咱的时代长辈，包括讲咱所有无厝无地，咱所有大老婆，咱这个时代政府来甲你提，起无够，啊，市政府爱去说转，我就抛弃。哦，所以我这点甲大家报告，啊，请有哪请大家放心。啊，较多搁咧讲，咱副院长搁咧讲。一批换一批，啊，欢迎出。伊即摆全台湾，包括咱高雄的建筑法规，基础按规矩嘛，吼、哦。啊，即摆个占比，若到遐平均来讲，就是搬过遐就差不多60-70%左右。啊，若你若用较环保、较有一寡做法，歹讲有甲拄好就交代。啊，看下咱尽量搁较放宽，用专案来处理，啊，让伊个占比率咱增加到80%。啊，你其实足接近。原来咱大老婆家，接地力足强的，啊！大家讲好看要安怎去，啊！这个规矩，拄好就他来专案来讨论，好、哦，对，对对，我知道，啊、哦，我知道，所以咱这个时代发展，好、哦，但是你嘛爱大家爱互相啦，吼、哦，伊你嘛袂使讲，啊！你原来违建，你都共拆出去啊，对不对？啊！你进，这个本来起6成的，啊！你了，你共起9成，共规个拢起违建啦。对不对？好、哦，阿、啊、进，为什么咱的生活品质咱嘛要顾好啊？为什么咱的电价比你爱较低？就是讲，这生活周遭的环境，大家顾好，尽量大家做伙顾，阿、啊、所以有一定的规矩。好、哦，阿、啊、这点，大拉无特殊的状况，价比你的部分，阿、啊、我来去拜托杜妈就过来阿所以过来研究。好、哦，阿、啊、但是我甲大家报告来讲，平均来讲，你即卖伫大拉无，注意听哦，你即卖伫大拉无，你若两楼的。你搬过来，你会当去死啦！我甲大家报告清楚，吼、哦，大家拢在讲建蔽率，啊，拢无在讲容积率，吼、哦，啊，所以容积后盖咱去看管技术啦。哦，你老囡仔是啥，无就搁拍一楼，吼、哦，以上。好嘞，咱谈多好，感谢咱的丽丽给咱做讲座的示范。我搞 BJ 啦，你钱我要回归来啦，哦。我搁讲我清楚，大家注意听。啊，你都搬来二楼的，即摆旧厝我搬过新厝，迄你拢免烦恼，钱够存的。吼、哦，啊，万一你若讲啊，到三楼、四楼要起去，好无？啊，安尼我叫高雄银行来甲大家斗，爱贷款啦，伊个伊家要起个呀，安尼会使无？我来，啊，你讲啊，你厝爱底较好啊，我来借你钱啊，啊，你家己去三楼、四楼起去啊，啊，利息算较俗的，这我做会到啊，安尼好无？免咯。好啦，好啦，好啦，伊讲伊个上好经营中油来登记啦，啊，讲讲讲好了，快来啊，好无？来，继续。啊，继续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凤园里的李明。我今天的诉求，为什么我的土地不能一平换一平？因为我家的土地只有19平，那个建蔽率扣一扣不够，所以我要买。一些小的坪数，当107年的时候，史哲副市长有在这里，他说他没有土地跟我们大坪埔的人买，所以我刚好108年11月25号，刚好有人要卖，我就买一些小坪数来合并，但是。我是大林埔的居民，为什么我买的土地不能一坪换一坪？今年2月5号，计划书出来说，108年10月8号以前买的有一坪换一坪，可是你之前你没有公布说108年10月8号以后不能买土地，你没有公布出来，啊，所以我。108年11月25号买的，啊，我请问市场，我该怎么办？来，是吧？好，来，慢一点，
吼，因为大家有问题，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你咧讲基准日的代志啦，对不对？我伫只甲你答应，好不好？我阿姐，大家讲好清楚哦，吼，大家注意听哦。啊，外头外，即摆大家拢来咧买地啦，外口的人有人来咧买嘛，啊，这是属性嘛，对不对？啊，我知，啊，进吼，大拉婆，伫只我会当甲大家答应。你若大拉婆的人，你伫108年迄个什么基准日迄个有无？吼、哦，啊，你著伫遐，你著住伫遮，啊，你伫遮买，啊，这当然嘛，爱算互你啊，合理嘛？安尼有合理无？啊，就拍好啊！啊，若毋是，啊，若毋是要安怎？因为这钱是大家大拉婆的钱呢，我是分咯，大家分咯，爱公平呢。啊，外口的人若你歹买，啊，讲伊也要一片换一片，安尼恁够大？恁当然嘛无。啊，所以你若大拉婆的人，就住伫遮看你的身份。啊！你遮你都住足久啊！啊！你一平换过，你都家己买一平。啊！有个人都我买伊啊，我无当吼。啊！但是买你啊，啊！都你的。啊！你是遮已经住二十年、三十年啊。啊！这当然嘛，你的观念，安尼，互你一平换一平，安尼好无？安尼会使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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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后面发言的朋友哈，各位乡亲啊，在座的这些市长还有局一处首长，大家好，我想要请问一下。这一个预算，你们觉得这样花费够吗？那个中埔堆置厂才79公顷，他编了600亿，花了600亿，这个立委应该知道哈，因为当时他很积极，为了维护健康。但是现在大拿无140几公顷，有寺庙，有农地、保留地、移民地、建地，啊，搁有人口安置。千村三要素：土地、房屋、人口。哦，啊，你敢有搞？用这个方向去思考一下，够吗？如果用过去红毛港人口安置的补偿，我只有足料，哎，待会可以提供一下哈、哦。过去阿门港的足料，这是我们进前的帮忙给红毛港乡亲的一封信，上面有那个齐迈市长的签名。所以我相信这个来源应该不会错误。人口安置的方案，他用房屋所有权人的二等亲，然后民国78年在这里设计的，用这样摒除了所谓咱在地没无想要发出来幽灵的口误。他有四种选项，一个是配售26坪土地，不管你分割了后有偌细，都可以配购26坪土地。第二，签购国宅，好、哦，那看这个期存住在国宅，所以最早出去的在私甲，有的用9折优惠，最好一批，较无人得出去的，第三年底开放7折优惠，好、哦，第三，辅购民间成屋，哦，等于用现金补助的，哦，有32万的补助，这是搬迁补助，购物补助78万，迁出奖励金7万，另外无够的搁帮伊。哦，进出贷款的优惠，年期是30年，年息2.420，这是当时的资料。然后第四项等值现金，我的朋友当时他就是房屋所有权人的已婚儿子，所以他领了等值现金150万，一年五倍处，今麦一点处200万。我们不是贪民，我们要的是一个比邻红毛港的一个居住正义，你要公平条件的迁村。你在站在我的立场来设计这个草案，你是用外靠，你这样永远听不懂百姓的感受，真实需求是什么？哦，就像前面几任里长讲得很好，就是讲出在地人的心声。我们家坪数虽然不小，但是为什么有这个自救会成立？我们真的是忧心整个村子里面弱势，或者是即便他不到达低收的那个标准，他是边缘户。是各位看的嘛，几块300几块，就搁饲老饲细，无够用。你搁予伊要钱的利息，你嘛派袂起。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拜托一下。好，谢谢。啊，多谢哈。啊，我这嘛是我的责任啦吼，无厝无地，人爱顾好势。啊，所以你的意见非常的好。无厝无地的人，哦，这部分除了我刚刚甲大家报告讲，即个社会住宅，因为你遮无厝无地，啊，你遮总是住伫咱大南部，哦，
啊，你若是真正无钱无地啊，拢无厝，拢无，啊，搬过遐社会住宅，你嘛免出钱，你政府来处理啊。我哪有对你讲你搬过啊？这安尼拢无人甲你照顾，好无？啊，第二，安丰港甲大楼无法度已经有比较，啊，我实在是甲大家报告啦，咱用即摆的环境来看，啊，甲搬过遐环境来做一个比较，啊，搬过遐。那有厝有地的人，26个内省，就是过一遍，就是差不多，即卖的价值差不多至少呾。你若去遐买，即卖的过买差不多1800万左右啦。啊，即卖你要过买啦，后盖起价无，大家会当甲你算吼。但是政府用钱安尼补偿金，一条，逐项拢补予你，安尼补补起来，即卖搬过遐那26个，呾1300万左右啦。你领差不多等值。厝的价值差不多至少1300万，啊！你起好你也家己卖掉，啊！当然咧钱是你的，吼！啊！当然我鼓励讲，大家买落，大家带做伙。第二，安门港甲大南湖无同嘛，因为迄时安门港就是我办的，我知影，我还唔知。安门港的地80%拢是港务局的地啦，公有地啦。大南湖大部分大南湖有啦，有20%是私人地啦，我讲过了。啊，所以大南部的地拢是恁家己的土地，即几年拢无限定，也无禁定，无拢无。哦，但是环境无好，啊，确实环境无好。我做医生，我知影这环境实在是真歹，我嘛做唔甘的。啊，所以我就讲，啊，拜托大家讲，那假使我会当迁迁，啊，换一个好的环境，安尼是上好。后病院，啊后学校，啊离这轮站也近，啊后盖厝阁会起价。啊，大家都咱带做伙，啊，环境啊，创好，啊，即我会尽量啦。哦，啊，所以我伫遮甲大家报告，无厝无地，啊，对我无我时间，啊，阮过来就想哦，较想到。啊，我嘛欢迎讲，咱有啥物意见，啊，会当甲市府，大家面对面过来讲。哦，啊，算一个市府负担会起的，哦，啊，嘛照顾大家照顾会使，啊，大家嘛满意的方案，哦，啊，过来去继续甲大家过来沟通，安尼好无？好，多谢，谢谢。好来。各位长官，各位乡亲，大家好。我现在要来讲刚刚那个龙凤里里长黄文玉，他所提大家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空屋补偿。我觉得空屋补偿在当时林权城区市长啊来到这里，他有答应居民要落实补那个空屋补偿的专户处理。那我觉得，请问陈市长直接讲哈，因为刚这个议题已经跳过了，直接讲，当所有乡亲的面前讲。看是要怎么赔偿，怎么落实。那因为当初黄毛港他们就台电一家就赔了60万。那请问现在大林埔在这里已经受过50年891根的烟囱的污染，这一两天全高雄市还有全台湾都是直报。我觉得政府要重视这个问题，但人不开着，人一定都翁先去。哦，所以我觉得市长要来落实这个空屋补偿，要怎么补偿？谢谢。首先，这个要怎补偿，这是一个大家拢非常关心的。啊，这嘛是我爱甲咱中央去争取的。哦，啊，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咱规个迁村的方案，你爱看讲。土地建物相关的一寡措施，哦，啊，甲现阵有啥物无同？整体加起来来看，讲啊，这个方案是对咱有利不利？哦，你若一项一项看，因大南部桃园南工程，甲咱原来安门港是无啥共。我譬如讲，当时咱安门港在迁迁的时阵，这已经计划公布40年，建建啥拢无。全部拢，迄、那个状况甲即摆是无共，咱大南部是无共。第二，咱安龙港当时咧迁迁的时阵，一条所谓60万的补偿金，一条叫做租金补贴，就是租金补你啦。你搬出去，你40年你着遮案件嘛，你甲我讲要安怎，我着搬出去啊。所以这租金政府补一条钱。但政府即届要补大南部，所有土地建物补偿、租金等等加起来，
这个经验绝对是超过洪文甲古人。所以你若用洪文甲的条件对算八百六十万，你加加去，加大南部的条件你加加去咧算，一个差不多八百万左右，一个已经超过差不多一千三百万左右。所以我讲整体看方案，大家来做伙来讨论，讲到底安怎安怎较好。啊，桃园南工程我甲大家报告，为什么伊咧租金的补贴会较济？因为桃园四年以上啊，五年以上啊，伊都市计划变更来一年两年啊。啊，因为伊无地要起厝，房搬过，所以伊爱搁先去起厝啊。啊，所以伊时间会拖着，会拖遮久。啊，咱遮毋是，咱遮建地落伫边啊，啊，你著过，讲要去地经好，你就当过去啊。啊，唯一刚开始算，啊，若十五个月无到，市场就遮答应大家。啊，无咱看两年，还是两年半，啊，这四年我较来解释，我较来甲经济无算。啊，总是原则一项，我甲大家报，就是起好啊，较搬过，这是原则，好无？这咱的领导拢在反映这个问题。啊，原型厝，我感觉已经有解释啊。你搬过什么厝，过就是什么厝。啊，但是因为占比例，这是法规的问题，哦。啊，我做市长，我尽量来替大家想办法，哦。啊，但是大家甲大家报告讲，你怎看你的占比例有较低，有减，无唔对，但是你拢是低两倍。差不多平均加两倍，简单讲，你二楼啊，咱过啊去四楼啊。啊，张里长啊，甲吴教授啊，咱洪里长，拢咧关心我啊，无钱贷款开贷，贷款要安怎？哎，你迄三楼四楼你家己去个啊？啊，你啊，你爱家己出啊？啊，所以你讲无钱人去要安怎？啊，我贷款落你啊，啊，更较俗个啊，啊，专人来甲大家协助啊，啊，这点事情来甲大家斗斗三工啊，啊，即我做袂到啊，好，安尼会使无？好，谢谢。来，好，四号发言，好，来。因为环境甲青春共患难的居民，大家好。而且呢，为着中央地方，为着地方土地开发，我努力的组织，大家好。我先要问王部长吼，那你听了这么久，你的感想如何？你是不是应该要增加经费？是不是应该增加经费？因为讲来讲去就是无钱嘛，对不？所以我希望呢。王部长呢，经济部这边呢，要专案专法对弱势的哦，然后再增加了迁村机会。那经济部应该对于这一次的修改安置计划草案要修改，以达到符合哦大林埔居民的诉求。那再来，我对市长有一个建议，就是今天以及过去开的说明会，你承诺的项目，你可以用公文。记录寄给每一个里长、里办，以供大家阅读了解。看唔免吼，今仔日一个问题，也是以前的问题，一直在落迄个手边，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到吼耽误时间。我是第四号，啊，毋过有足侪个在讲吼。啊，我今仔日讲的就是讲，咱经济部对大南部的迁村案吼的标件，应该要本着当初我们在意见调查的时候。照顾在地居民无负担、无负债的迁村条件，让居民可以安心的离开。这样子，我买同意迁村。这样子，我也同意迁村。好、哦。然后呢，要放宽世代在地居民少坪数土地购买足够的盖屋土地，这是我希望的要求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说。经济部带头违法，经济部带头违反宪法。迁征时辰唔知影，他定个土地转移基准日，你行政冻结外资产，我人家敢买，我嘛唔敢敢买，阿要安怎？有这个法源吗？有这个法源吗？这是我请问经济部的问题。然后我个人有一点呢，私人的问题。是少数的问题，因为我是代表讲公公，我等下给公公听我有，因为伊老人啊，因为我有三十六公顷的公保地，伊自从知影公保地会当一平换一平，伊开始烦恼。是安怎？这三十六平的公保地，伫六十三年大南部都市计划的时阵，到即阵啊四十八年无开发，无征收，我嘛在纳税，甲我的资产用地是做伙的。为什么不要一批换一批？而且你的补偿价钱也过低。如果有爱
土地不足的问题，我希望这个补偿能够提高。谢谢。好，谢谢。来，我来讲啦吼。哎，我等下大家咧关心讲土地的咧，我伫只甲大家讲个清楚。啊，稍等，我先讲头前伊咧讲个吼。我九月二七，咱在瑞龙来咧，办会，大家拢有来嘛。哦，你若来，你就知影。顶届讲个，我拢做得来，我大行都带。所以我今仔日来，啊，拢解出来问题，我来阮一行解决。啊，我是做有心。顶届讲个，我拢写伫计划书内底讲，做得到。包括六里要保留，迄拢咱里长大家咧建议。啊，我嘛感觉合理啊。啊，所以就拢有，啊，无到十五平以下，无到就要补的，啊，对，顶届来，大家有反应，我嘛有做甲到啊，对不对？即届讲保底的代志，我讲我清楚哦。我阁啊，大家报告就是讲，这钱是要给咱大拿部的人，所以你若是大拿部的人，哦，咱这钱来照顾咱大拿部的人，这是专栏。所以讲保底，公共设施保留地，大家注意听哦。假设你买的时阵，你就是讲保底啊嘛。人遐本来要做道路，啊，你去买这个地，你就买俗啊嘛，对不对？啊，你就叫公保底，你本来就要负担，你就要回馈回来政府啊。即摆你本来是公保底，本来是公用地，哦，即摆法律的规定，啊，公保底包括你，也是讲其他处理的时阵，你公保底当然是爱算回馈给政府啊，这边啊，啊，所以就有一个比例嘛。但是大拿部的人，你若是原来是主体，啊，政府甲你讲要做公园，啊，四十年了，公园拢无，啊，你厝落去拢起伫遐，啊，对我感觉不爽，公保地这个，哦，就当作你是一地一片或一片，啊，你会使无？啊，你敢听？就你原来你是主体，啊，会当起厝的，啊，变作公保地，啊，政府。嘛作行，对不对？啊，要去公园无去啊，啊，这全台湾有够多啊。但是你原来是主体啊，哦，大家注意听，你原来是主体啊，哦，安尼我保留你的权利，啊，我顺便替你解决掉，安尼合理嘛？安尼会使无？哎呀，乱，你讲啥？啥？会使无啦？哦，白纸黑字，啊，市长你这要回答陈川的，你听完了，好、哦。哦，啊，这拢有听到，啊，电视拢有记录啊，哦，啊，这我袂使凊彩讲讲的呢，对无？哦，啊，无够，哦，咱袂话伫遮，哦，啊，我经济部分再来去处理，对无？对无？啊，你会使无？啊，我若无地要安怎？我若无地要安怎？伊进遮优先，大家咧处理遮，哦，啊，若无地，你大家再过来上班啊，看地要换地，啊，这再来去讲，对无？啊，你会使无？哦，无地甲讲对不对？哦，啊，所以我讲一条说明会无搞，搁两条，搁无搞三条，意思是安尼。啊，你即摆有新的问题出来，啊，我爱替大家解决问题嘛。哦，安尼合理嘛。哦，啊，但是若外地买礼拜买公保地，啊，要安怎要找钱，迄袂使哦。大家讲好哦。所以迄个青春基准率有啥物限定？对不对？因为你着大南部的人，啊，你大南部的人，你搁买大南部的地，当然这我爱算互你啊，我来当甲你拗。哦，啊，若讲保底，哦，若假使讲，这个原来建地的人，哦，啊，这个我较来上班啦，啊，看要换去对一个地啦，因为我地若无够，我嘛爱甲你讲，啊，我着地无够，哦，啊，我若有地，我当然嘛拢会使处理啊，对不对？啊，我若无地，啊，无钱，啊，有限，哦，安尼我着来地，啊，但是你若讲保底，原来讲保底的，哦，啊，这个就较歹势。哦，因为本来就公园，啊，你去买一间公园的顶块的厝，啊，你正确讲在安怎，啊，这就大家就在就那时就真正政府看我懂啦，好，好不好？以上，哎。好啦，啊，咱吼，市长已经回答。我就好了，好啊，我即摆针对拄只迄种六平方的都有困难啊，是看到厝要租金，你讲要改租金，拄只市长讲的，无地无厝无钱。关键免钱，啊！恁你的条件是安怎？你安尼袂当共刁难哦。我即摆阁有一个重点，就是当初二十年前，中油将收迄个红绿路往东海边连路边个公地，变成绿中油绿带，一平征收五万。二十年后，恁袂当比中油当初的一平五万搁较低，原来
行行无好，阮无变做。我搁解释一下吼，开头到尾我拢讲，大家若讲无欢喜吼，咱放放千川啦，所以慢慢仔讲，讲甲大家欢喜啦。吼，要千川也有遐简单，讲我今仔来开一场说明会，啊，咱大家讲讲的就要过啊，对不对？啊，一定有像后讲过地澳、基准制澳，各项问题，各项拢有思考无对的嘛。啊，我市长都足有诚意来遮，来甲大家解决嘛。无厝无地，啊，你本来伫大楼无，你住伫倒，你一定共租厝嘛。啊！你若讲你住伫恁姐姐因家，啊！你看过当然嘛，住伫恁姐姐因家，当然是起新厝嘛。啊！你若真正无厝无地，啊，搁中低收入户，啊，就可能啊，咱要起社会住宅要大个啦。啊，社会住宅若中低收入户，我的印象是拍六折啊五折的租金嘛。啊，所以一个月租金几千块啊，啊，差不多四千啊五千啊，差不多啦。哦，安尼来照顾大家嘛，啊你过啊带三十平拢带新的，啊政府甲你照顾，啊公共设施佫甲你用好，啊若佫真正无法度，安尼就爱找市长啊，市长佫来想办法，啊无一定甲大家照顾好势，啊袂使讲你伫遮，哦啊生活无好，哦啊无人照顾，啊过啊大家拢搬过我楼里伫遐，迄袂使啦，哦啊所以我尽量来想办法，哦啊若迄咱里面话拢伫遮，哦啊拜托讲。我想好搞的所在，拜托恁另外搞我看看，吼，啊，我肯定啦，吼，对不？吼，慢慢来讲啦，吼，要多谢我台下台过来。来，下一位，好，来凤生。有理想乡亲大家好，以下三点是我的第一。第一点，当初做千村医院大桥调查表提到的一品花莲饼盖为一人放弃，但现在却因为法规问题，房子只能盖五层六层的房子，拿四盖为一人放弃。房子都变小了，反而让我的居住空间品质变得更差。在这里，我居住的空间都是这样，虽然变建造却缩小了。但是现在市政府一直对外界媒体只说住商土地一平，换一平都不敢说盖为房型、原房型。当初调查时，很多人就是因为一平换一平给我们足够的钱盖为原房型，才同意迁村的。但现在却不是这样，这不是在欺骗我们吗？市政府何来的诚信可言？充满了欺骗。而我知道要盖委员方形已经不太可能了，但市政府离我都退一步，所以我希望市政府要以土地二十六坪为基本建地，土地二十六坪为基本建地，住商土地一坪换一坪，土地不够二十六坪的，要让有需要的人，可征购土地到二十六坪来盖房子。若不能征购土地，那住商区的建蔽率和容积率都要成立专案，让大家的住商区建蔽率能够盖到最少8成9成以上，容积率最少300%以上的房子。第二点，房子要先建后拆，必须让我们在那边的房子两三年盖好后再搬过去，市府再来统一的拆迁。但25%拆迁费要给我们，搬家很累，不要造成大家找租屋处及搬迁的困扰，这样我们至少要搬家2次以上呢。第三点，不可课税，所有领到的现金补偿费用不能纳入税务中，都不可课税，例如土地增值税、一般建筑物补偿费等，如果课税后，那我们还剩多少钱可以盖房子？负债会变得更多更重。以上，谢谢。我请局长来，我讲一下，我讲较细一个部分。杨局长，感谢两位乡亲哈，拄仔讲的这个建筑率，大家要去到搞，啊，讲你要造原型去重建哈。我来讲，咱即马建筑率这是全市的规定啦，啊，咱厝要起的时候一定要留一寡空地，无咱的厝会穿开，哦，那咱人在咧穿开的厝嘛会穿开。你老你起修窄的时阵，也是一定是无好的。啊，那所谓的盖回原房型，就讲你原来是加强砖造的，买当回到加强砖造起这个观念啊，不是讲哦，我偌济人，我偌济搬过。但你若哪怕靠的，但就厝都卖，你嘛厝都卖搬过。所以时代会讲重建的地少来补你，就讲你起码加强砖造，加强砖造新的哦，去补你。你转另外盖回原来加强砖造的房子，就按爱咱来熟客哦。啊来讲，建蔽率达出60%，已经比咱之前遮个高啊。即摆讲，咱即摆讲高雄错，可以当
加票，差不多我算互你听，我多少图拢互你啦嘛。但但拢建蔽率啊，拢都搞了，拢拢各样处理，是咱简单咱的建蔽率，会到七成啊，到八成拢有啦吼。而且到优待，咱的优待嘛无算无算建蔽率哦，即加起来其实有哪有八到八成的建蔽率啊？而且这是咱的保险的个。另外就讲咱只容积率，容积率咱即摆是变成三大容积哦。咱即摆现场大人无是百五的容积尔，就两倍。所以迄边若建蔽率60%，容积乎你300，你上悬的咱起到5楼足足的建筑，就是咱起到低啊。所以讲，你要起到你要住较舒适，要较侪平数，是你无问题哦。所以讲，你若说我所以我有一个上少平数的15平设计，我围起来就我来来看。安尼是咱大人个，就咱咱办办销销售啦，就安尼说，所以吼，伊从讲咱即摆建蔽率无够，咁我原先，所以原房子的原来的房子的造型啊，比如讲伊个链子个，拢全部玻璃，即都要我做迄个这项专造，一平是挂了一个计算，正是90,000一平，互你起个哦，所以你就绝对有够起啦。你即摆做阿西，即摆可能哎，我是50,000互你个，即摆可能你80,000到90,000起个起来，所以要个有存啊。所以带回原方形原来的造型，它包括原来造高架造那个过造型，它比较可以改变起。你这边哪装这样装造的，你那边不其他事业，或者那边要改变，无那个做起来的差额。所以说，大概不会啦，总体力绝对拢有够。好，啊，佫有啥物？来，这轮到上。来，7号来。阿妈，坐就好啦。来，阿妈，坐，阿你放假。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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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
厝的，无厝的，咱的社会住宅，咱的起好势。啊，租金大阿婆的人吼，大家最近大阿婆的社会住宅的租金，我本来叫是可怜的啊，所以讲无难，对吧？听讲真正较无，较生活较无好的啦吼，啊，这里拢过来破坏啦吼，那个社会住宅的租金，那我们第一年、第二年还是怎么样做一些补贴啦？啊，第二就是讲迄、那个。阿嬤跟我說話，我都亂了。阿嬤說話很有道理啦，啊，所以就是要換一個較好的環境來補大家啦，啊，這是比較要緊，啊，不然你當這裡，這三邊，啊，北邊、南邊跟東邊都照我，都跟人說，啊，到你這裡生意不好，我看你都不敢的，啊。啊，這個陳時中部長說要來啦，我那天你跟他討論啦，所以說要來，啊，這裡人怎麼不會，啊，路上掉。哦，看我今日来，有一条要开吼，今日就开啦。啊，健康的代志，大家放心啦吼。即大家拢知，迄、那个我甲陈时中部长咧防疫的时阵吼，咧武汉肺炎，我两个都拢做认真咧顾嘛吼。啊，我前几工就咧甲提起讲健康的照顾的代志啦。啊，即计划是无的啦。哦，啊，今日部长嘛咧问我讲，我即陈时中来是要做啥啦？讲无啦，我要去开另外一条，唔是开咱这条。啊，前阵的费用无咧内底啦，这条。健康的照顧這條，咱會有來處理，這樣好嗎？好，啊，所以當然啦，啊，這防疫真辛苦，吼，咱這武漢肺炎過到這樣，所以來，咱較無緣啦，吼。啊，那個美花部長，特別說，吼，口罩國家隊，咱都是口罩國家隊，吼，真正咧有一個，就是咱黃美花部長，吼，所以咱較無緣的啦，吼，加好。啊，咱今天來這，就像阿嬤咧講的，吼，啊，這阿嬤的心情，我嘛攏足會當體會啦。啊，所以我一定会讲，啊，真用心，啊，真贴心，啊，真细心，啊，一项一项，那合理的代志，啊，我做会到的代志，啊，我就尽量啦。哦，啊，因为我虽然不是大南埔人，啊，但我伫贵阳在地，大家拢知影。啊，我来贵阳市里啊，行拄到一个大南埔来甲我干掉，我衰到要死。啊，我也袂走，我也袂讲，无算我着人道跑，我走去等吧，我也袂安尼啊。好，好不好？啊，所以大家，我相信讲。听小杨老的心情，拢甲我同款，吼，啊，再来感谢大家过去咱大南部的时段，啊，甲我足支持的，我嘛拢感念在心，啊，所以这点请大家放心，吼，多谢。好，你好。
大南部居民的健康，我刚才有讲，因陈世忠看不来了啦，吼、哦，啊，但是我已经有甲好一块医生，要来做健康的追踪调查，尤其气候啦，吼、哦，这个影响会较大啦，吼、哦，啊，这我专业的，我做医生的吼，恁就不用烦恼，这个交我医生来处理就好啊，吼、哦，这个医生也好，啊，相关的这个计划，老人的照顾，这我会甲顾好啦，吼、哦，伊老人来破病嘛，啊，这。大南部要处理一撮乌龟啊，嗯吼，啊，即我外口咧做艰苦，吼，啊，所以我甲大家、甲阿妈报告啦，吼，啊，我会做有效的，你放心啦，吼，啊，会甲你顾到好势好势，啊，迄环境吼，遐较环境较好，啊，空气也较好啦，啊，较闹热啦，啊，若孙仔要来遮吼，也是囡仔，大家出面见面吼，安尼会较方便啦，大家拢挂做好，袂分开啦，吼，以上。那请请刚请进彭华小姐来，好不好？刚才请进，来我们还后面还有三十几位要发言哦，请大家把握时间哈。请进，官员、乡亲，大家好。我今天有送一份这个大林路段商圈房屋建物所有权的请书哦，没有让各位官员看哦。我今天要讲的提供单，凤林路有这个商圈的商圈街家。因为你查案里面的时间，但这凤林路两边路边这两边的厝列为跟里面乡内的吼，那边公地公开抽签选定。我认为这个查案内底这个条例，对于咱凤林路路边吼这两边呢，吼这徛家吼，也是讲这出租的人，伊的收入管理真正是足无好。哦，因为我伫七十万凤林路这个商圈路边的。一旦讲伫咱大南部风评好，哦，是咱居民伊个民生消费的指标，哦，伫阮遮路边个地，阮个房地产，哦，在这个大丰区域都占有它的商业价值性的存在，哦，你起码要搞阮丰富个平来，哦，要含路边个徛，含下来个智慧厅个分地，对我们实在是不公平，哦，啊，各当多起定嘛，讲要保障阮个财产权利权，即种就是对阮个整个财产一种整形。一个波波比的量比啊，哦，啊，我当中嘛做感谢这个咱这个张理事长，伊嘛做挺咱讲阮这个商店街爱容易保存，啊，所以阮的诉求就是讲，希望市长哦官员，你得当实际来咱大南部看卖嘞，哦，看咱大南部这个红林路啊，这个商圈，哦，这真正是咱这个商圈的民，咱这个附近的大家徛街这个百姓伊的消费。大家消费啦，要领钱啦，要看医生啦，哦，也是讲咱要买一个早用的、用掉的、换暗的，拢是往凤林路啊。这已经历年来，这边已经形成一个商圈结势，是人讲一起一家哦。啊，相对阮的房地产，也当讲是属于大丰区的蛋黄区啊。哦啊，所以讲，希望讲，阮也当个就是讲修改一下这个草案。会当将阮凤林路这段商店街哦列为讲啊，就是讲咱甲全村的迄个所在哦规划好了后，然后有对等的条件来安置阮这路边的这商店街的所有房产所有权的哦。好，这个你的建议真合理啦哦。啊，我的这个会地的计划哦，照你的建议安尼来规划啦哦。啊，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这个配地项目，这个后盖佫作复杂个啦，哦，这嘛爱讲咱遮里头大家吼，啊，大家有咱居民，大家爱佫有贡献啦，哦，这个但是合理啦，哦，就是你商店街，啊，大家讲好，啊，阮家己大南部迄条路，啊，就是大家咧做生意个路嘛，哦，啊，我有讲过，毋是财产保障嘛，生活，啊，甲社会相关个活动，即嘛尽量大家咱带做伙嘛。啊，照原来安尼是上好啦，哦，安尼也嘛较公平啦，哦，啊，但是这个就牵涉到讲，啊，咱个前头计划若好，啊，咱明仔一间一间来陪的时阵，再后壁来计划，好，以上。好，来下一位，好。啊，咱部长以及着市长甲所有官员，大家好。今仔日咱咧一同看到几个官员吼，啊，感觉咱个市府团队非常有精神咧，听咱这个。里面的诉求啦吼，那今仔我最简单的一件代志，就是基准这个问题。哦，因为呢，咱这个迁村呐、啊，咱迁村哦，有可能硬食两三年，有可能慢食十年八年。那么这个迁村的日子若是这么长，那我所有财产比例给我冻结。
在这个需要资金，或者是伫这个创业的这个当中，需要这个钱的周转，啊，要安怎来甲咱经济部招吗？或者是来甲咱市场招？无可能嘛！所以上届第一方便，就是以咱的房地产。那么呢，吼，在顶个月，因为我这边的投资需要一笔足大的资金，那么呢，千春是遥遥无期。所以呢，我从我的土地先过给我兄哥的三个囡仔，来换得现金的周转。那么呢，一定个月的这个二月初五，咱这个苏副市长突然间宣布讲，安尼基准日要到108年的十月。你敢知影安尼做成个路人，你着微狂着安尼啦？那有迄个讲在这个官方的网络上，你无资料，地方政府你无公告，你突然间讲，我的基准日要到108年的十月。安尼哪有道理呢？敢是安尼？所以呢，吼，在千春遥遥无期的当中，你不能冻结我的资产。而且我又不是卖给建商，我是给我兄哥的三个囡仔来过户给伊，然后来周转现金，给我家己的投资会当顺利进行。那你做明个讲安尼是袂当一边换一边，袂当讲吼在这个合作阿边这个吼讲合作，咱首富市场说。提供迄个日子，所以咱伫遮呢，来甲咱市府这边来建议，你会当思考，会当慎重去想一下，咱来重视咱里面的心声，是毋是讲你会当以无定亲亲情关系，咱就别走。要若无我伫我遮一边话一边，我突然间让我兄哥三个囡仔变成无准生，安尼我的财产是保障在哪里？第二，咱会当去啥？去咱这个。林副市长所宣布迄天，一月七五来开伊的基准日，这嘛是种时刻的方式。那么希望讲这个案，咱市里这边会当赶紧来提定来，才袂让阮为着过一个土地，让我兄弟的囡仔，自从咱林副市长当到今嘛，没有一个晚上是好好的睡的啦。你个想啦，咱的财产伫这是一片一片，变成让兄弟囡仔无法度，希望。咱这个球团队下当是中克服的，以上。好，多谢。这个感谢吼，感谢吼，因为我刚才有讲过吼，讲为什么讲咱这个说明会爱一零班吼，啊，我甲大家讲就是讲啊，我请另外亲信来嘛，吼，啊，恁拢淡薄也袂写，大家拢知我的态度，吼，顶届到位，我拢解决，啊，这届来有，搁有较侪，搁有新的问题，吼，啊，这爱大家讨论。都能够大家欢喜，吼、哦！啊，刚才这个讲这个基准日的代志，我刚才有讲原则啦。原则就是讲，大南部的人你家己互相体面，吼、哦！啊，这个安尼我咱叫是安尼合理啦，吼、哦！啊，若是外口的人，吼、哦，啊，就大家面对钱是大南部的钱嘛，吼、哦，你才靠大南部嘛，吼、哦！啊，所以若有一寡特殊的个案，这个来研究看卖啊，好无？哦，这个再来研究看卖啊，因为这每一个个案吼、哦，我伫遮我无多一个安尼详细过，大概原则上，哦，大南部的人甲大南部中间的买卖，这我袂去影响到遮人的观念，好无？啊，剩咧个案再来研究，好、哦，安尼知无？好，谢谢。我刚才讲啊，将大南部居民要求迁迁吼，要求迁迁咧，更正为答应迁迁。那假使讲是黄老板的居民是要求迁转，林泉当局唔免来再管道歉道歉为甚物？哦，因为我是为着我的生命财产、甲身体健康、甲后代子孙的生存，所以讲，我国民国民咧，人打电话出去恁家咧，目屎就要答应要迁转咧，所以这点你要甲我解过来吼。工业区要开学的时阵咧，无开煞面会哦吼，煞了无经过环境评估，这就是做好事，可能相对也危险。哦，你住宅下高，甲工厂无分区管理好，然后后边900几个人同款包围无到，伫这么歹环境之下，阮受侮辱，属于混蛋，要受打压。搁说咧，市府并无作为哦，没有作为，所以讲阮有可能应该向市府提出告诉，吼、哦。啊，市府就是爱用新造型的方式，用最新的迄落建筑法规，比如讲防水防火。
我甲讲你老人大大顿吼，诶，即个设计甲建材，甲出去好了，互阮搬入去住，恁家来开发即个工业区，哦，即个你安尼，唔免讲阮搬两摆厝，哦，啊，拖着个要不要那个市场上带讲要起一栋原来延伸屋，但是呢，重新做点东西起起来个啦，比较较整齐，搁较美观，搁会当太阳能发电。你市政府若无安尼做，真的是无无，大家帮你讲，哎，这有好，大家摕过来做，吼、哦。啊，现在无变作讲一个指标，搁会当互人来打卡，哎，真确实做好落去，吼、哦。啊，再来是毋是甲大南湖迁村这个案件当作是用特别都更的条例来增加电力率甲容积率，吼、哦。啊，这还要一个拍摄哦，专款专用的空屋红花花金。请你办公务，看你是安怎用的，用得对去，吼、哦。啊，完了，我先准讲，变589亿，啊，门槛300公里，在大南无私有地153.93公顷，啊，无管在地就3公顷尔，吼、哦，将近6.58亿，吼、哦。啊，即摆呢，每件卖差不多12万嘛，啊，门槛2005年，前三年只那差不多5万块左右，可以差两倍，上无差2.68亿。过来，阿门讲，我那无讲，讲个地价，上无差3倍，所以你甲算过蛮下了，300公顷乘以6.55，乘以2.2，乘以3，爱多少钱？将近1兆。哦，你所以讲你咧无你无钱，你就做不落啦，哦。所以讲个一个讲呐，阿门讲你有金钱，所以当去，但是派人管阿无咧。空气歹，无人要住，无人要来住，所以讲变成啥？住行禁戒。啊，你住行禁戒啥？市政府也感觉见笑，你无甲啥物改环境改善好，哦，啊，大家无产生了变成一级供应地，你一级供应地你袂好抽象，你赚的钱，你咧当地下哟，无，卖拖这个花烂菜，把你改了地铁出来，乌烧，咱这个钱赚了。好。大家，那个咱的美化部长吼，你大家拢知影吼，那个即摆台湾咧欠水啦，啊，足严重嘞吼，啊，所以爱搁我等伊逐摆开会，啊，我最后是无咱美化部长，我会搁留你放心，吼，啊，美化部长咱互伊讲一下，无啥感觉，无啥地方。谢谢大家哈。啊，我听，下早听到今吼，齐迈市长足认真的啦吼，啊嘛足用心的，啊也把大家的诉求吼，都一个一个非常细致的在回答，在解决问题。我今日讲吼，我尽量给支持，啊就请市长吼全权来处理这个太多太多的细节问题。我是感觉市长是用感情来做这个代志了吼。啊，都希望会当成功，吼、哦！希望啦，伊当然咱就是要甲大家讲话，讲话好啦，吼、哦！啊，但是大家也帮市长，就从整个可以，刚才也有提到讲，是安那会当予大家，做会吼，啊，较有效率的处理这个事情，这嘛是阮的期待啦，吼、哦！会当予大家拢欢喜来做这个代志，啊，后边啊开说明会什么？有需要我嘛是会过来吼，起码去我就会来啦吼，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啊，较多啊，咱的学里上有在建议的代志啦吼，啊，其实这拢是咱大南部大家的心声啦，哦，啊，而且实在是环境实在是无好吼，啊，这工业区拢即摆拢伫咱大南部。阿公讲，哦，阿家用大船，加起做甲边工业区，哦，啊，这城市咧发展的过程，哦，咧造成足济，啊，这个咱健康，哦，环境的污染，哦，这是政府对不起大家，哦，所以为虾米咱花妈市长甲这个林正年院长来甲遮当地啊足有实力来甲大家做实力，哦，这个过程阿公嘛在。咱大家在咱遮个议长，大家拢在，哦，啊，你见证讲，咱大南部千川一件大事，啊，所以就讲今日遮尔，包括议会，咱个议长，
啊，咱的曾立业议长哦，啊，咱郑光峰议员，啊，蔡武宏议员，啊，陈丽娜议员，李顺进议员哦，咱改大波话改更加多啦哦。你以为嘛？以为嘛？够快的呢。阿哥，咱陈志忠议员、林婉蓉议员哦，啊，然后来个安表家哦，阿布斌斯好派努力啦，大家拢加关心啦，啊，就是讲。咱大人无遮个代志，一定爱甲做好势，千穿开头到尾甲做好势。啊，所以伫这段时间，啊，包括讲甲咱个，啊，包括讲咱遮个议员，差不多阮个协调局长是我本人，甲局长报告，甲议员报告，哦，啊，大家心声，啊，阮人拢会全力来替咱所有个居民，哦，大家来解决遮。啊，大家知影，啊，我伫遮，伫大人无遮，大家是讲第一工办。哦，啊，我都足有心，啊，足谦卑的心情来遮来听大家的意见，哦，啊，所以我若做会到，啊，合理，吼，哦，啊，对大家照顾会到，啊，我就我就尽量嘛，哦，啊，所以我嘛足爱讲，我做医师的，我足爱讲，大家搬去一个较好的所在，哦，啊，办公室边啊实在是人太侪，哦，从头到尾大家咧讲，啊，搬一个较好的环境，长照我甲做好，医疗我甲做好，交通我甲做好，哦，啊，学校我也加去维持嘛。啊！你大家囡仔时时刻刻当细细人，来记录一下，吼、哦！啊，所以相关的补偿金偌济偌济偌济，啊，咱就一项一项，把这个相关的一寡配套措施把它做好，吼、哦！这点我来甲大家报告。